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必颂扬你的公义。主啊，求你开我的嘴，使我的口宣扬赞美你的话，因为你不喜爱祭物，我就是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灵，就是破碎的灵。神啊，破碎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Good morning to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are here with us, and to those who are sitting in front of your respective TVs, monitors, or phones. A very good morning to you all. It's great to be back, to come before the Lord, to praise Him, to worship Him. 感谢神让我们有再次的机会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来赞美他。在这困难的时候，多多少少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会受到影响。我们的心情上，我们情绪上没有受到影响，可能会感觉到孤独，我们感觉到没有信心。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更加的要来赞美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我们的神把我们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更大，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那这个时候，让我们以这首诗歌来赞美敬拜我们神，重新提醒我们自己 ，How great you are。Done in our lives.
是的，主你真伟大，我们把至高的荣耀权柄都归给你，因为你是掌权的神，你是圣洁的神。主，我们需要你的同在。主，虽然我们现在我们实体上我们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灵、我们的心是连接在一起的。让我们现在我们同感一灵的来敬拜你，把荣耀都归给你。到永远，荣耀归于你。
住，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和睦，你永恒的爱，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和睦，你永恒的爱，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和睦，你永恒的爱。Every day 荣耀从天降下来，燃烧每烧每颗爱慕你的心，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充满着你与我们相遇，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燃烧每颗爱慕你的心，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充满着你与我们相遇，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燃烧每颗爱慕你的心，让你与我们相遇，充满着你与我们相遇，充满着你与我们相遇。主内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起同心祷告。父神，你的儿子呢，今天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在圣灵的同在之下，我们一起的来敬拜你，我们要歌颂你，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祝福神你自己的圣名，我们要宣扬你的圣名，我们要让全世界人知道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为着我们的灵魂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我们高举你，我们歌颂你。那今天早晨在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安静在你面前等候你圣灵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这个时候先向你敞开，求圣灵监察我们心思意念，看在我们
内心里面还有什么罪行。主啊，你说你爱我们，主啊，凡是愿意到你面前认罪的弟兄姐妹，你都一一的赦免。所以我求你圣灵这个时候触摸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求你圣灵这个时候关照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世界，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配，帮助我们看到主你赦免你赦罪的大恩典。主啊，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罪，也同样的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爱心，让我们能够饶恕那些曾经伤害过得罪过我们的人。主啊，求你圣灵这个时候不动，求你这个时候圣灵帮助，求圣灵这个时候做饶恕的工作，让我们今天在主你里面完全得到释放，成为自由的人。主啊，我们所献上的敬拜赞美求你悦纳，我们为着病痛中的弟兄姐妹来向你祷告，向你祈求。哦，主啊，愿你在这个时候，不管他们在家里在医院里，都求你到访他们，求你到他们的内心世界里面，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医治他们。主啊，谢谢你继续的为着国家的疫情，我国家这个疫苗接种的计划向你祷告。主啊，但愿说安排的所计划的能够顺利的进行，你帮助我们的官员，不管是在前线在幕后来这个帮助推动控制这个疫情的官员，请你与他们同在。哦，主啊，求你也帮助百姓，让他们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愿意牺牲，愿意纪律，愿意主啊帮助整个社会整个社群达到这个免疫的果效。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早晨请你敞开我们的心。主啊，当你的仆人传讲你话语的时候，求你圣灵工作，你圣灵触摸我们每一个人，你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有受教的心，让我们放下我们自我，放下我们的骄傲，来聆听神你今天的差遣。我们谢谢你所带来的奉献，也请你悦纳。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所献上的金钱，来在 你的事工上来使用。就谢谢你祝福那些在你面前诚心敬拜你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祈求感恩求祝福，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一的儿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迪欧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今天的起因经文取自于诗篇十四篇一至七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败坏，行了可憎的事，没有一个行善的。耶和华从天上查看世人，要看看有名讳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有作恶的都是无知的吗？他们吞吃我的子民，好像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他们必大大震惊，因为神在义人的群体中。
你们要使困苦人的计划失败，但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给他子民带来复兴的时候，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荣耀颂。
Hello, I'm Lin Leong Kwan, and currently I'm being tasked as the person in charge for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ministry of this church. Allow me to introduce this ministry in two parts. This property management is under the portfolio of a local church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for LCEC and run by a committee team of 3 to 10 members. The function of this committee, now simply put it, apart from people, anything else that the church owns is under the care of this ministry. We are God's steward to maintain, repair, manage everything the church has purchased to ensure it is working and safe for the user. From big thing to small thing, from church building to fork and spoon, including toilet wall cannot flush, or light bulb is not working, or the staircase tile is broken. In common local terminology, hampala bao ga liao. So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you know now who to call if you see anything is not working, broken, or has potential safety hazard. Now come to part two of the introduction. God hears your heart's desire, fear, and concern. Many of you are very much like me and us. We always regard ourselves as introvert, scared to talk to people, not talented in anything, not properly trained, or I prefer to work lone ranger. Okay, this ministry qualification to join is almost zero. Only requirement is you come to join. As volunteer for one time is also allowed. No special training is required. Your own professions, a skill at work or at home is sufficient. Job description is very vast, from tighten a loosened screw on the chair, to change water tap that is not working, to changing a light bulb, to repair a broken door, to more skillful like electrical wiring, air conditioning repair or painting. All this is available in this ministry for you to serve the church, the people, and God. We work behind the scene most of the time. So you like this ministry now? After this intro, find something suitable for you to serve.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在这线上的崇拜当中，我们继续的来分享《使徒行传》。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23节到31节。那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两三次的分享。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们看到彼得在圣殿的门楣医好了一位瘸腿的乞丐，因此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来听他在所罗门廊传讲这个福音。那一天，单单男人就有5000人相信接受耶稣为救主。这一件事情显然的是犹太人的领袖妒忌，所以他们就抓拿彼得等人到犹太人的议会去审讯。然而犹太人的议会没有证据认定彼得和他的一伙人的罪，只能够警告他们之后把他们释放。但是我们也知道，彼得和约翰却告诉犹太人领袖，他们不会理会议会的警告，反而要继续的听神的吩咐，传扬耶稣基督。
那今天我们先来看第四章二十三节。彼得和约翰被释放之后，回到自己的人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说的一切都告诉他们。弟兄姐妹们，当彼得等人在议会里受审的时候，其他的信徒他们聚集在一起做什么呢？原来他们聚集在一起祷告，求神释放彼得和约翰。那祷告成为当时候信徒面对困难时释放和必定做的事情。他们知道这些犹太人领袖的权势是强大的，是他们无法以自己的能力对抗的，所以他们转向神迫切的祷告。弟兄姐妹们，今天当我们面对严峻疫情的时候，许多人对政府、对官员、对事态感到非常的不满，甚至愤怒啊，选择在社媒发泄不满和沮丧啊，这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接受事实，抗疫知易行难，纸上谈兵，每个人好像都是抗疫专家，但这些人许多时候连最简单的 SOP 都不愿意遵守。所以弟兄姐妹，我呼吁大家选择在这严峻的疫情当下来参加我们的祷告祭坛，一起的同心合意的向神来祈求，好过我们消极和愤怒的在这个社媒发牢骚。那彼得等人被释放后，马上回到信徒当中，把祭司和长老们对他们所说的话，以及他们怎么样回答犹太人领袖所说的话，都告诉了这一班的信徒们。那我们继续来看24到26节。他们听了就同心向神高声说，主啊，你是那创造天地海洋和其中万物的主宰，你曾以圣灵借着你仆人我们祖先大卫的口说，列国为什么骚动，万民为什么空谋妄想，地上的君王都起来，首领聚集在一起敌对主和他的受膏者。弟兄姐妹们，当众人听了彼得的话，就开声向神来祷告，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信徒是全然的仰望神，信靠神，所以他们听到彼得的报告后，就马上转向神，向他发出敬拜和赞美的祷告。他们颂扬神创造天地，创造海洋和这个在海洋和在天地中的万物，宣告神是世界万物的主宰。那还有他们也朗诵大卫的诗歌说，列国为什么骚动，万民为什么空谋妄想，地上的君王都起来，首领聚在一起敌对主和他的受膏者。好，这一首的诗歌记载在诗篇第二篇第一到第二节。万国万民地上的君王以及首领是指神的敌人，骚动妄想起来以及聚在一起，是指到神的这些敌人共谋策划而行动敌对主和他的受膏者，那就是敌对神和主耶稣基督。那弟兄姐妹们，大卫早就在诗篇里预言了犹太人
和罗马人会共谋来和耶稣敌对，除掉耶稣。我们继续来看27到30节，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族人和以色列民，真的在这城里聚集，反对你所高立的圣仆耶稣，行了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要成就的一切。主啊，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你坚强，也赐你仆人们大有胆量传讲你的道，求你伸手医治，借着圣仆耶稣的名大行神迹奇事。弟兄姐妹们，神的敌人是谁呢？和耶稣敌对的敌人是谁呢？众人继续祷告，他们开始一一的更具体的提到神的仆人，神的敌人是谁？是谁要杀害耶稣呢？第一位提到的是希律。那希律呢，他是罗马委任的犹太人傀儡王，他是犹太人王，但是他没有实权，一切听命于罗马政府，所以他行事的主要考量是讨好罗马人。第二，他们提到本丢比拉多，罗马政府委派统治犹大地的总督，他所关注的是，他所要的就是犹大地相安无事，严禁这个骚乱，特别是反罗马人的任何情绪和行动，他一概要打压。所以犹太人领袖知道他的施政目标，常常向他投诉耶稣是反罗马分子，期待他采取行动以颠覆之罪来对付耶稣。第三，这里所指的是外族人，是指到一般非犹太民族的人，他们也都大多数是与神敌对的。第四，是以色列民本身。那虽然是神的选民，但是以色列人却叛逆神，不信耶稣是神差来的弥赛亚，反而指责耶稣是神的敌人。然而弟兄姐妹们，信徒们虽然看出耶稣四面楚歌，草木皆兵，但是圣灵呢却让他们这个识别真相，他们知道神的敌人敌对神的行动，反而实践了神所预定要成就的一切。他们要杀死耶稣基督，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在神的救恩计划里，正是要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来完成。所以这呢，这种的现象，正如保罗所说的，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对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拙的，但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18节。那他们以为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是最出名的行动，其实对神来讲，那是最愚拙的事情，最愚笨的事情。难怪保罗也会这样说，我们传扬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看来是绊脚石，在外族人来看来是愚笨的，但对那些蒙召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哥伦多前书第1章23到25节。弟兄姐妹们，众人歌颂赞美神之后，
他们就向神发出他们的祈求事项了。首先，他们求神监察敌人的恐吓，求神保护他们免受敌人的召唤。他们如此向神祈求，并不是因为他们软弱，他们害怕，而是他们向神求让他们，特别是使徒们，能够继续放胆地传讲福音的真道。那接着下来，他们也向神祈求彰显他医治的大能，让他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行医治和行神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从这里我们不难察觉到，众人的祈求还是围绕在寻求神的保护和能力，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在万难当中传讲神福音的真理。他们的祷告没有显露出他们是为自己的好处祈求，一切都是以传福音为主。我们看第31节，他们祷告完了，聚会地方震动起来，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神的道。弟兄姐妹，当众人祷告后，他们聚会的地方震动起来，这是神特别临到的彰显，圣灵的能力也特别的充满他们。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他们放胆传讲神的道。那我们看到信徒群体祷告带来的冲击，是圣灵普及的充满，以及圣灵大能的彰显。最终的目的是神的福音被传开。那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这简短的事迹提醒我们，初期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他们以祷告来应对所面对的逼迫，他们知道他们可以依靠神的能力胜过一切的逼迫和拦阻。他们祷告的内容主要是歌颂和赞美神的作为，他们的祈求主要是求神保护他们，帮助他们能够放胆的去传讲福音。这样的祷告蒙主喜悦，蒙主垂听，圣灵的能力彰显，福音被传开了。至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看到《使徒行传》核心信息是什么？《使徒行传》最主要的信息是让我们看到圣灵在呼召，圣灵在带领，圣灵在充满着信徒，为的是要让主的福音传开。而信徒们的回应呢，是去分享，去传讲福音，是以自己生命和自己家庭的见证去分享福音。今天我们也看到信徒们同心的祷告，更是传福音不可缺少的功夫。所以我再一次的呼吁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要认真看待我们的信仰，那我们就要快快的去实践传福音的这个使命，这个负担。今年的301福音事工刚刚结束，借着启发福音课程将要在8月开始，是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邀请非信徒来参加。一样重要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参加星期二晚上举行的线上祷告祭坛，这是每一位信徒哥都可以轻而易举做到的事情，甚至不需要离开家都可以参与这个祷告祭坛。
让我们祷告的火焰不停地在燃烧，圣灵将要在普久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彰显能力，让许多许多人信主。盼望弟兄姐妹们，这是我的祷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荣耀的神迹的参与者。谢谢。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看到初期教会初期的信徒们，他们聚集祷告的时候，他们知道祷告的必要性，祷告的重要性，而他们祷告的时候所求的是你的能力彰显，以便他们能够将福音传开。主啊，这是你的使命，他们在做，这是你的使命，今天你呼召我们要去做。所以求圣灵继续动工，求圣灵继续向我们说话，那么有所感动，让我们采取行动，参加祷告祭坛，参加传福音的事工，让我们就像当时的基督徒一样，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因为你能力彰显，你能力临到，我们就把福音传扬出去。谢谢你，这时候用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无比的慈爱，圣灵的团契，圣灵的能力，常常与你们同在。阿门。